Allez.太君，铁工会派出的通讯员已经出发了。有事。哎呀，可怪怪铁工会。俺たちと正々堂々と決戦を交わしてみろってんだ。報告します。なんだ。報告によれば、多数の場所で新四軍主力の活動痕跡を見つけたようです。何？奴らの主力部隊はどこだ？ただいま馬場方向に進軍中です。あとどのくらいの時間で主力部隊と接触することになる？新四軍主力の戦闘部隊は午前6時予定時点に到達可能です。6時。命令だ。まず新数順の戦闘部隊を包囲しろ。そして奴らの主力部隊が現れたら戦闘部隊を始末しろ。その後全力を挙げ新数順の主力部隊に当たれ。はい。
醒了。对面的鬼子还没有动静吗？没有啊，这后半夜也挺老实的，一枪都没放。哎，这炮声不是在附近啊？他们这是在哪儿呢？这鬼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放着也不打，跟咱玩眼对眼呢。书记，红英，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组织人手，来他个反攻！啊，老吴，不行，我不同意反攻。咱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弄不好就给鬼子当靶子了，我们损失不起啊。一个不小心，防线就会崩溃，到时候鬼子可以轻易突破进来。对，我也不同意，我们还是等救援部队到了以后再反攻。救援部队为什么没到？是不是情报没有送出去？情报肯定是送出去了，昨天晚上情报员出去的时候，鬼子那边没有枪声，说明情报员没有被发现。至于部队为什么没有到，让鬼子绊住了。不是，你们听东边这个炮声可一直都没停过呀，肯定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跟小鬼子接上火了。很有这个可能，这也能解释小鬼子为什么不进攻了，因为他们的人手都用来对付新四军主力部队了。那区大队呢？我想原因也是一样的吧。那小鬼子到底想干什么呀？这是鬼子的飞机来了，看来鬼子终于等不及了。西から東に進軍してはどうだろうか。いや、川を下った方がいい。山から進軍するんだ。そうすれば敵が。今新数順の状況はどうなってる。報告します。我々の包囲網は未だ堅固で、新四軍主力は現在城ヶ大村付近で立ち往生しています。爆撃機は到着したのか。爆撃任務を終え、帰還中です。横道大隊長に包囲網を狭めるように伝えろ。それと重砲撃部隊の砲撃回数を増やすんだ。最短時間で新数字の主力に痛手を負わせろ。はい。飞机到底飞哪儿了？鬼子的飞机是往西边去了。这是回机场了。咱们新四军的主力在东边，鬼子去打咱们的救援部队。不是，他放着咱们不打，他去打救援部队，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围点打援。红英，你说什么？鬼子是在围点打援。山口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我们，他有更大的胃口。我们这一次是上了鬼子的当了，
当了鬼子的诱饵。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新四军主力。不行不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重炮轰炸机都登场了，看来山口是卯足了劲要跟新四军的主力决战。再这样下去，不但马场救不了，还会连累新四军受到更大的损失。这样，我现在就摸过去把山口干掉，让鬼子成没脑的苍蝇，这样就解决问题了。铁飞同志，这是在打仗，不是在搞个人英雄主义。而且小鬼子把守严密，你以为你有机会可以刺杀山口吗？不是，那咱总不能逃跑吧？我觉得撤退是最好的选择。咱们一旦撤离了马场，那么新四军主力就没有必要再来救援我们了，他们就可以集中精力跟小鬼子拼了，完全可以突破敌人的阻击撤离。小书记，你说呢？我赞成这个计划。真撤呀？真撤。可现在是怎么突围？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彻底的被小鬼子包围，而且鬼子是以逸待劳。只要我们有一点突围的迹象，小鬼子肯定会加大进攻的力度。我们这点人手，肯定干不过小鬼子。我去摸摸鬼子情况吧。我从小在马场长大的，对着周围的地形再熟悉不过了。我去侦查一下，说不定就能找个突围的路线呢。好，小心啊。就这么办吧。好了，你们小心啊。小刘，到，想尽一切办法先把肖书记送到。是。小鬼子守的可真严实啊。是啊，咱们这已经探了两个方向了。他们不但守卫森严，这火力也很猛啊。这要是突围的话，估计这一半铁卫队都得扔这儿。那怎么办呀？我这不想了吗？哎，哥，我守的水路那边是何方大队的，那帮家伙吊儿郎当的，半个熊胆都没有，要么咱去那边试试。行，那我去看看。走。怎么样？走水路。新四军の主力を
壊滅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おい、爆撃機に明朝の爆撃回数を増やすように伝えろ。はい。それと重砲撃部隊は今晩休ませるんだ。明朝、陸と空から奴らに爆弾の雨を見回してやる。明日の正午になれば、新数順の主力の一部は壊滅できる。はい。撕开包围圈的任务就靠我们了，一会儿等我精神一点，有信心没有？邢思军要命了，我和上有八十岁的老母，都等着我养活呢。早干什么？给你个精忠报国的机会。哎哎哎！你过来把这个鱼给二爷送过去，我孩子跟二爷做摊子了。我告诉你啊，阿爷今天可不痛快了，送晚了，小心他抽你啊！哎哎哎，你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南哥，南哥，一盘鱼做他妈半天，嗯？你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没见过就对了，崔铁飞。嗯，崔铁飞，白马神枪崔铁飞。我枪呢？别开枪，就是我。馬場西南方向二重小隊の陣地が馬場の武装陣営に突破されました。倉庫激しく交戦中。何？ここです。
ら新数字の視力とくっつこうとしている。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マーちゃんに引き戻せ。奴らはマーちゃんでおとなしげさんになってればいいんだ。はい、はい。把重机箱放在这儿。是。沙包再垒得高点，动作迅速。手下几条船啊？有七条。都在哪儿啊？我这周围几条都是我的船。我要你的船。哎，四瘸子，把船给老子开过来！冲！站住！站住！枪拿过来。いまだに陣地を奪えないのか。お前らの頭一体何を考えてんだ。何を。山口閣下、他の部隊は乱れに使えません。兵力が不足しています。言い訳だ。え、言い訳だ。帝国兵を絶対に引き戻せ。奴らがもし新数字の主力とくっついてこの包囲網を突破す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今まで俺たちがやってきたことは全て水の泡なんだ。分かってんのか。はい。他の部隊の兵を集結させてもう一度大規模な攻撃を仕掛けます。待て。中央兵は今猛烈に反撃をしてきてる。他の部隊に加えて新数字を今包囲してる野戦軍の中から一個中隊をお前につける。絶対に帝国軍を引き戻せ。はい。少爷，站住！别开枪！别开枪！我小贾。哎，小贾，快来！怎么样，成功了吗？那可不，铁飞哥出马，哪也搞不定的事啊！大家放心吧，铁飞哥一会儿驾船来接大家。好，好，好！太好了。呀，铁飞，红英。怎么样？一共弄了七条船，可我看这么老多人，这也不够啊。铁飞，不能一次走，得分批运，一次先走四条船，剩下三条，咱们扮成何方大队的伪军，来应付巡逻的伪军。行，可这么老多人，这往哪儿去啊？你刚才行动的时候，我们考虑过了，实在不行，只能让同志们先撤到铁工会乡下分会去，那里鬼子控制的不算太严，同志们也有精力生产。行，就这么定了吧。那么快上船，快点上！来！小心点啊！你啊，不用惦记我。你这穿的什么衣服？不好看，脱了它。一会儿我就脱了啊！你啊，就跟我二叔他们先走。回头呢，我就过去找你们，啊！你当心一点啊！嗯，自己要当心呐。你不用惦记我，啊！快，那我走了。来来来，接一把。来来，大娘，慢点，您慢点啊！哎，我脚底下。
140は正体報告に参りました。すぐに戻れ。命令、全軍は直ちに敵対分子を攻撃しろ。すぐにかかれ。はい。现在什么时辰了？过会天就亮了。我命令，2分钟以后撤出阵地。我来守呢。给我把准备好的土地雷都埋上，我要把小鬼子扎着吃。不是四妹子呢？还没回来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打上瘾了怎么着？怎么样？没事，没事。小鬼子果然上当了。不是，这怎么才回来啊？戏要演得真点，才能骗过小鬼子嘛。不是，我说李大哥，你不知道我们俩这着急呢。哎，你着什么急啊？啊，不相信周四妹的能力啊？我说你这个人呢，你今天什么日子啊？你还打上瘾了？怎么了？戏是不是得演得真点才能像啊？我说你这个人呢。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吵了，赶快上船。四妹，你和薛青同志先走。我们断后，那不行，俺得跟你在一起，这是命令，执行，快！红英，你可快点来啊！俺跟老李的婚礼还等着你主婚呢。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们随后就到。周道元，小飞啊，一定要小心。那什么，四妹子，你照顾好我李大哥。你照顾好红英。行了，快走吧。報告です。なんだ。我々の圧力に屈しケゴンホイは撤退しました。よし、よくやった。2時間以内にマーちゃんに総攻撃を仕掛けるよう部隊に連絡しろ。はい。司令官報告。なんだ。新数順が包囲網突破。何？もう一度言ってみろ。我々の主力部隊を引き抜いた後、突破口を発見し突破した模様。な、バカな。すぐに進撃だ、進撃させろ。那条船是哪个中队的？好像是二把刀那个中队的。二把刀。这好像不是他们巡逻的地界吧？靠过去，靠过去。哥，前面有船靠过来。真是冤家路窄啊！是马远图，你干！等等，还没开出何方队的地盘，一旦打起来，咱们都没法脱身。往芦苇荡里开，往芦苇荡里开。铁飞，咱俩躲一下。对啊哈。通天河里有鱼虾，大纵湖里有王八。
船往哪开呢？这是？不对，船上的人不对，兄弟们，开火！打！やつらどっから逃げた？是从水路。高俊，你告诉我为什么吗？这个，太君，马场附近河岔太多，我们河防大队毕竟兵力有限，只能守住一部分河面，其他的都交给马队长负责了。报告太君，铁卫队是劫持了二把刀中队长的船，才突围成功的。幸亏我发现的及时，不然恐怕整个马场的人都跑光了。太君，这个二把刀啊，平时就不太听话。我是想，如果能够……够了。你们不要再推卸责任了，啊？那个中队长呢？我们刚才发现，他被铁工会的人绑架之后，扔在岸边的河防工事里了。一会儿拉到官场，把他查明。不要，这边，快！建立有恩重心的据点。佐藤，お前一個招待を引いてここに留まれ。はい。高俊，你的哈方大队全体防守在这边啊。嗯。以后马场就是你们哈方队的基地了。请太君放心。我们何方大队一定守好这个基地。这个密室的，以前听许灵芝说的，我就试着找了找，正找着呢，鬼子来了。我这一看又没地儿躲了，我就带你躲到马棚里面来了。哪想到，这密室啊，就在马棚后边呢。真是踩了马屎运了。你饿了吧？
肚子都叫了。想吃啥？我去弄点吃的去。有什么就弄什么吧。这鬼子呀和何方大队已经占领了许家大宅，一定不缺好吃的。说，想吃啥？你看着拿吧。行。根据小贾汇报的情况，他们是遇到马远途被认出来的，之后在撤退的过程当中走散了。那他们会不会已经被鬼子给抓了呀？不会。小鬼子很清楚他们俩对咱们铁武会的重要性，如果他们俩被抓了，小鬼子肯定会大肆宣传的。现在没有他们俩的消息，对咱们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至少证明他们俩没有被小鬼子抓住。那你们说他们俩有没有可能回马场了呢？按理说应该不会。你们想，小鬼子现在已经占领了马场，并且在那里建立了据点，他们怎么可能再回去呢？设立据点怎么了？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可是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他们就在马场。这样，明天我就带着队伍去马场附近转悠，只要一找到他们的消息，马上就救他们出来。四妹，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是……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们就负责好训练和生产就行了，红英的事我来解决，就这么定了，我走了。四妹，注意安全。不错，姓马的被警员撵滚蛋了，活该。可不是吗？他在日本人面前往九爷头上扣屎盆子，九爷没枪毙他，算是好的喽。你可别吓我，这宅子前段时间被铁卫队打死不少人呢。大半夜你说这干嘛？走走走，行了行了。哎，做熟了，怎么没影了呢？难道是飞了？喵！妈的，又是猫！你要再来偷东西，妈，老子把你炖成了土豆！这还没吃呢。